所以因为大家就是很有相信力这样，所以跟那些讲师可能也跟那些讲师来做一些尝试的。那事实上来讲，把这些都想得很好，只要你感兴趣的事情，害怕去面对家长这样，然后要跟他们做一些沟通，让他们愿意过来讲。慢慢的这样子的讲过，其实之后就之后家长他们讲师变多了，然后他之后他们就知道认真的准备一个题目，而且你去的也是他讲的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这是共享的协助小学。那上那个学习班的教材，就是我们一开始是用这个，就是大家可以传一下，就是这个伦理探索的书的三本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那然后它都是我们说它的原来是写的书籍的。伦理探索其实是一个彭梁斯写的书，然后伦理学的意思是彭梁斯写的书，然后伦理探索非常的有趣，有兴趣看内容，有兴趣看编排的方式。它虽然用的是伦理的章节，但它的题目都是很好奇的题目，然后它的题目都是很好奇的题目。那所以讲师们在发布的时候会讲，它可以分到这个题目。